下个礼拜二啊，再包大红包给你。我过生日，我请你吃饭呐、啊。礼拜几？下礼拜二啊。下个礼拜二。啊，我是请酒席啊，你过来吃。礼拜什么时候？看看是中午还是晚上，再研究哈、啊。下礼拜九号。大年初五。九号。大年初五啊。16号。大年初五菜市场有开啊。我喜欢吃新鲜的菜。十六号在哪里？开开看或者红干啊。我想开开看的菜比较好吃啊。办酒席啊。今天你的生意怎么样？会啊。我请了很多人啊。Thank you.